澳门人气影片频道微辣深受港澳地区的网友喜爱，而目前也有不少微辣的艺人来到香港工作，其中之一就是大文。最近有网友发布相片，见到疑似的大文在街上拖着另一个女仔，发帖的网友更加说，除了在条街拖手之外，他们还有激烈的石石。而大文早在上年就公开了跟施南的恋情，今次疑似出轨，有网友就估他们感情有变，暂时大文和施南的社交平台都没有回应相关的事件。